男排世锦赛小组赛详细赛程发布，中国队首战意大利。北京时间10月13日消息，国际排联官网更新了2022年男排世锦赛赛程，小组赛的详细赛程全部确定。中国男排所在的一组比赛将于2022年8月27日至29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，中国队将先后与意大利、加拿大和土耳其交手，三场比赛的时间都比较适合国内球迷观看。